冷气到上。违停在西安车上驾驶却很嚣张，一度踩油门试图冲撞路人。孩子王，说嗨，说嗨。Hello， 不管劝阻，比出大大中指回敬，让人看傻眼。恶劣啊，或者他甚至有点路怒症，想要冲撞。台北民生东路三段巷弄内，轿车违停人行道和人真道，驾驶竟然还比出不雅手势，踩油门、按喇叭要人滚开，巷弄上演路怒纠纷，被偷则有人侠怨报复吗？女子大半夜回家，蹲在路上绑鞋带，一名男子竟然提着水桶从她身旁冲了过来，不明液体直接洒在她身上，随后转身逃跑，被害女子回。过神往前追已经来不及，有泼蛮多的。之前他们就有那个争执，好像在巷口麦当劳那边，然后他们可能之前就有认识，这样就是有争执过了，然后他们那一次就是特地来堵他，堵那个人。帽子、衣服都留下大片污渍，还散发出奇怪味道。事发台北北投承德路七段巷弄内，警方逮到陆姓嫌犯，他供称因为看女子不顺眼才会埋伏攻击，被以妨害自由罪起诉。不过被害人疑似卷入感情纠纷，还在打官司中，警方怀疑双方避重就轻，案情不单纯，还有待调查理清。记者黄明君、范雅乔台北报道。